不想肾受伤，这件事就别做，现在知道还不晚。为什么你的40岁和别人的40岁相差那么大？其实啊，都是这件事没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医生，临床研究男科问题已经多年了。这些年呢，我看到很多人被男性问题所折磨，心里呢很不是滋味。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我选择来到平台为广大男士做科普视频。虽然点赞知识的人不多，但哪怕只有一个人能通过视频学会知识，我也会很开心。未来呢，我会继续坚持。其实在中医临床看啊，很多男性的健康问题都是熬出来的，会直接损耗我们的精血，长此以往肾精就会亏虚。另外呢，白天属阳，晚上呢属阴，白天不管你是工作还是玩，阳气不会过度消耗，相反到了晚上阳气一收敛起来，这个时候你不休息，再加上晚上属阴，就会让你的阳快速损耗，时间一长呢，阴阳失衡，能力问题自然就会找上你了。如果你不想年纪轻轻就无力叹息，熬夜的习惯千万要改掉。你记住了吗？